灵眸手机云台二的智能延时摄影模式，为你浓缩时光，捕捉平时肉眼难以观察的精彩画面，静态延时。使用延时拍摄时，切换至视频模式，点击延时摄影，设置快门间隔和持续时间，开始拍摄，即可拍摄出天光云影效果。运动延时，点击运动延时摄影，设置快门间隔和持续时间。运动延时模式下依然支持智能跟随功能。开始拍摄，在拍摄过程中可移动，以记录下更丰富的内容。轨迹延时，点击轨迹延时摄影，设置拍摄的起始点，点击屏幕右侧带有加号的蓝色方框保存，最多可保存五个位置。点击下一步，设置拍摄间隔时间和视频时长，开始拍摄。手机云台即可精准控制镜头轨迹进行旋转，即可拍摄出更加动感的延时画面。点击左侧的快门按键，即可取消拍摄。拍摄夜景时，可以使用长曝光功能进行拍摄。点击拍摄，即可拍摄车流、光轨等场景。以上就是延时摄影和长曝光介绍，感谢您的观看。